Zoom 软件来共享视频，共享就是说咱们讲课的时候如何打开自己的幻灯在电脑上，然后在这个共享屏幕上，我们打开一个共享屏幕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，打开我们的，这样的话，在电脑上我们选择自己的幻灯片所在的地方，在意义上，然后选择自己的文件夹，选择文件夹可以，选择咱们的幻灯所在的地方，这样的话，对，打开我们的软件，然后这样我们的打开幻灯片，然后从和咱们平常放播放幻灯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咱们基本的一个过程，就 OK，Thank you。One。Hello，我是王永红。来自山西太原，山西大悦神经外科。我告诉大家怎么使用这个 Zoom 软件来共享视频，共享就是说咱们讲课的时候如何打开自己的幻灯在电脑上。然后在这个共享屏幕上，我们打开这个最下面的这个键，一个共享屏幕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开我们的软件，这样的话，在电脑上我们选择自己的幻灯片所在的地方，在意义上，然后选择自己的文件夹，选择文件夹可以，选择咱们的幻灯所在的地方，这样的话，对，打开我们的软件，然后这样我们的打开幻灯片，然后从和咱们平常放播放幻灯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咱们基本的一个过程，就 OK，OK，Thank you。